熊妹设计神话大自然，高级珠宝说故事。法国名家熊妹十一日来台举办高级珠宝展，展出以赞颂大自然为主题的珠宝，就连展场布置也呼应创作，以花草树木、枝叶装饰。大自然系列珠宝围绕着月桂、麦穗、橡树与百合花等四个主题，其中麦穗代表丰收女神，是拿破仑皇后 Josephine 的最爱。不论制成冠冕、耳环还是项链，就如一株株刚收割的麦穗，上面镶嵌的钻石则象征饱满谷粒。而常青的月桂除了代表永垂不朽，也象征胜利及对太阳神的歌颂。以蓝色和粉红色为主色调，更让人想起阿波罗与戴芙妮之间的爱情追逐。除了形貌栩栩如生外，在熊妹的巧手工艺下，多件设计皆能拆组变化，而镂空金属手法的细腻与精致，更让镶嵌的宝石透出瑰丽光彩。时尚动新闻，看看高级珠宝赏心悦目，买不起也没关系啦。报道。